你刚才唱的是对的，不是后面那段怎么唱？最后一段是，我最后一段你们一开始先练一下，你们先。对对对，因为我们那个呜，那我也不知道他是唱哪一部哦。然后你那个最后几句是一直唱高上去，变成我的和音也要跟着再往上去了。对，那我就发现，哎，我怎么唱到跟你一样？那你可以唱最后一段，那你就不要往上唱嘛。没有，要。本来林 Vocal 就是一直在唱不一样的东西。对对对，我这个没有记，我是昨天晚上才练的。啊，没有关系，你们，我们把最后一段再唱。对对对，最后一段你们自己再唱。因为是你提醒我说不是十月嘛，对啊，对，那我就赶快唱再练。十月没错，我还以为十月九号。最后一段那个一开始，这边是按乌嘛？有乌对，然后是没有。哪边？啊，你是第二句没有 ？Solo 吗？你是乌来。我靠近一点，然后轻一点。
太符合我们团的精神。没有了，没有了，一次就好了，很多了，要就跟 Francis 上台一样，对，由不得你拍子乱了，你乱就一堆人就不知道怎么办。等一下，那我们唱一下，看看决定要怎样。Ray 说还是自己？你们清唱一下，哪一句？你们自己说哪里？就是那个倒数第二行嘛，第二段。And I know you won't let me down. I've got a peace for peace to be made. I know you won't let me down.那这样就有 Ray 啊，对啊，因为我刚刚有弹啊，不要弹，哦不要弹，你有弹 Ray 我没有关系啊，不算错啊，因为那个唱有改啊，其实那个也很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那你第二加 Ray， 我发现你弹 solo 蛮好听的，我只有 solo 没有弹，把位不太一样，对啊，他弹 Ray 我弹 solo， 因为你的 Ray minor 跟那个鼓的 sus four 是音很像，接近，其实声音会比较丰富啦，对啊，就像转的 minor 一样，其实他讲的关键重点在 bass 啦。贝斯弹也没关系啊，贝斯如果弹 solo 会很好听的、啊，因为有 Ray， 和弦有 Ray 在，但是对啊，你 Ray 我弹 solo 很好听啊，对，很好听。你试一试看，那我刚才的 impression 是什么？